全能星战，首场比拼摇滚之夜，战火瞬间点燃。最终的排名也已经揭晓，第一位胡彦斌，第二位张韶涵。歌坛晚辈成功超越偶像，创造逆袭的疯狂。我的预期是应该是第一名啊，孙楠领衔全能星战。我觉得从哪里跌倒，就真的要从哪里爬起。三位实力唱将意外受挫，排名不尽如人意，让我们觉得丢脸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去探索。今晚民歌之夜，战火升级，八位歌手谁将残酷出局？本场星战舞台将迎来民歌之夜。其实我最怕的还是龚琳娜，因为民歌她最强。龚琳娜到民歌的部分，一定是没有人可以去这个抵抗她，是她擅长的。虽然第一场摇滚之夜比赛龚琳娜排在最末位，但在本场民歌之夜，她极有可能凭借自身优势成功逆袭。上一轮排名第七的顺子和排名第六的黄小琥压力巨大。我们后面不是变 key 变三次吗？只要有比赛就会有压力，如果有一天你被淘汰了，集人口在看你怎么表现。顺子为了赢得本场表演，准备了自己的秘密武器，20个孩子为他伴唱。成功，玩儿去。好了，同志们，一会儿见吧。八位歌手将争取7个席位，为了荣誉，他们将全力以赴。我的开场怎么样？根据比赛规则，淘汰赛中歌手的出场顺序将按照上一场排名的高低依次演唱。在上一场拔得头筹的胡彦斌今天将率先亮相，今晚谁能突围成功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全能星战淘汰之夜，决战民歌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欢迎来到红牛全能星战。晚上好，各位。上周八名歌手闯过了摇滚的战场，本周他们将回归质朴的民歌。在今天晚上，最终将会有一名歌手离开全能星战，同时跟他一起离开的还有他的制作人。谁去谁留，要取决于现场500名不同年龄段不同国籍的大众听神。辛苦各位。上一场的得分跟本场的得分会相加，排名最末一位的歌手将会离开这个舞台，当然他们的制作人今天依然会跟他们并肩作战，他们就坐在我的对面，欢迎各位老师。当然继续要为我们的音乐保驾护航的是我们的音乐总监，著名音乐制作人钟新明老师，欢迎 Baby 老师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各位，即将开启的是民歌之夜。民歌是最原汁原味的音乐，是山歌、小调、号子的最广泛统称。民歌是最丰富多彩的歌谣，十里不同音，百里不同调。西部歌王王洛宾，金嗓子郭兰英，
他们都是民歌的最杰出经典。民歌是记录真实情感的尽情宣泄，它可以打破你的视听极限，创造另一种富有空间的想象。民歌之夜，打破条条框框，我们要无拘无束的自由歌唱。